男女业职人，哇，超人气港式点心专门店负责人，哇，米其林推荐日式鳗鱼饭老板，然后旅游业一桌五人，复兴航空座舱长，哎呀，居然没有纸巾呢，有点太甜了，可以加一点水，加油。干杯，有点过手。嗯，可能是我们的舒服。来吧，营业中。本节目由爱惠虎净水设备冠名播出。